1:28，11月11号。车子呢？停在路边啊。这里呢有个市场，大家看看这个字，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。大家半夜好，我是似水年华。为什么这么晚啊？因为刚刚呢才打包完成，回来之后呢，看看电脑啊，在车上回复大家的留言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天比较忙。下车看看，今天晚上啊，就是睡在这路边啊，朋友们。车子呢就停在这里，大家看看这车子，相当的亮堂啊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今天这个月亮也可以啊，够亮堂。早上8点多，今天天气啊不是很好。朋友们早上好，早点起来啊，早点起来干活了。哈哈哈哈。这河南的天气啊是真的冷，坐在车里，这哈气，这烧了一半锅开水，什么开水喝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都要被子蒙着头啊，不然的话那头发在外面那冷的不行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天气不好，如果说有太阳还好一点。早上的早饭，河南的胡辣汤，还有这个饼，这个是叫油馍坨。这一大早啊，市场里啊就是车水马龙，朋友们，走走走，去直播，去打包，去发货。现在上到了三楼。这三楼啊，说真的啊，要清静一点啊，一楼是最忙碌的。今天啊，忙了一天，下午的时候那个快递单出了问题，几百个订单都得一单单复制粘贴，忙到晚上8点多，然后就过来直播。刚刚直播完啊，几点了，大兄？10:51。开始装这个核桃。这个核桃虽然说有5斤，有3斤的，但是还是拍5斤的多。这是给大家挑过的。这装的多了，都知道5斤有多少了，这肯定不够。5:52啊，牛啊哥，现在啊，这个没有摆拍啊，朋友们，没有说撑好了给大家再拍一个啊，正儿八经的，现在感觉都差不多的，都是凭感觉，就2:52公斤，就这样的啊。熟能生巧，给大家都会多放几个。对。此刻呢，又半夜了，坐在这里啊，编辑视频，但是。这肚子里啊饿得很呐，还有是太冷了，打算去吃点夜宵，朋友们。大家看看我说话这个气啊，不停的飘。刚问一下大强啊，他已经睡了，他就不去了。我到前面啊吃点东西，这个灯旁边啊就有吃的。出来找吃的了，这全都关门了呀，这砂锅啊，这是热擀面都关门了。辛辛苦苦干一天啊，这不能说。忍着饿就睡觉了，呵呵，找东西去。感觉今天啊雾蒙蒙的，你看这个灯上都是雾啊。前面看着亮点，应该有东西吃，是个卖羊肉串的。朋友们，非常的香啊！等一下呢，咱们就吃点羊肉串，稍微喝2杯啊。这天气啊有点冷，大概冷不冷？
有点冷，冬天嘛。对，冷啊，朋友们，喝两杯，暖暖身子。住好了，菜啊也有，再喝两杯啊。来，朋友们，敬你们一杯。这个酒呢，喝在喉咙这里也不辣啊，不辣嗓子，并且呢很顺，也很香，酱香味十足。这两天呢，确实也挺忙碌的。真的是从早干到晚啊。但是还有自己的事情，再忙了也是给自己忙。最后一串，酒也没了。吃完肉，喝完酒，再吃个啊，这边的烩面看看。这大半夜的啊，吃饱喝足才好睡觉，不然的话真是睡不着。走走走走，都关门了呀，都关门了，夜深人静，咱们呢也就回去睡觉了，朋友们，明天早上啊早点起来继续忙碌啊。